又是一波超有品味的饰品分享，今年夏天能不能精致几个度啊，就靠他们了。先来几个纯手工的意大利的饰品，当时刷到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一整个被美到的状态，根本挪不开眼，然后立马联系了品牌，问问他能不能上我们的波波。这么好看的东西，我的姐妹们怎么能没有呢？他们家风格是属于那种比较大胆鲜明亮眼的，属于一戴上就立马吸睛不少的，而且每一款都有设计小心思，质感也都是相当在线的。这次有好几副我都超级喜欢，比如我耳朵上这个玻璃系列的，它有好几个颜色嘛，我选的就是棕色和绿色的，里面是带点渐变的，有种猫眼石的感觉，亮而不俗，戴上以后真的好好看呢，有种异域风情的感觉，我觉得还蛮适合你出去旅游啊度假的时候用，因为他们家都是纯手工的嘛，像这种玻璃系列的它都是要在威尼斯取材，人工吹制好制作好以后再漂洋过海的寄过来的，但相信我，你收到以后真的会觉得很惊喜，你就会觉得它是真的有温度有用心在的，而不是一个单单的产品。还有这俩副陶瓷的我也超喜欢，金属上面是有浮雕花纹的，像人像啊麦穗这种比较西式风格，但它陶瓷的地方做的是一些新中式的，反而有一种大气文雅的反差美，上面的花纹全是纯手绘的，所以它真的算得上是世界上独一份的只为你打造的耳环。我这次去景德镇玩嘛，就带它俩，就在那种古香古色的地方啊，再配上我这种新中式衣服，真的拍出来太美了。他们家还有很多那种珍珠风格元素的，结合了一些巴洛克设计嘛，就更能衬托出珍珠的那种贵气感。白色海贝耳环的话就比较优雅气质一点，做成的长流苏形状也蛮修饰脸型的，比较适合你们平时穿裙子啊或者衬衫的时候用用。珍珠项链这条就更有意思了，选材全部都用的是纯天然珍珠的，下面的珍珠吊坠是异形的，就会更加可爱一些，我还定制了个我自己的名字字母在里面，这样就是那种比较可可爱爱的俏皮一点你日常都能戴的。我还定了一个超级重工的珍珠 choker， 但是呢品牌跟我说因为太重工了，所以还得在意大利那边现做然后再给我寄过来。我当下就觉得一个品牌的用心程度啊，你是真的能够透过这些细节看出来的。而且我现在买东西嘛，就会更加追求小众精致更加有意义的东西，但钱都花了总得跟别人来点不一样的吧。再来给你们分享一点可可爱爱的小玩意儿，夏天来了你们不是也有各种各样的音乐节需要参加吗？这个品牌就真的很适合，首先就是它的包装真的很不一样，有点像超市里面卖鸡蛋的那种包装式的，很贴合品牌观念了哈，给人一种很鬼马俏皮的感觉。他们家呢基本上就是一些手串珠珠嘛，所以你们就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啊大小啊珠子等等。这条芝麻贝果的我就还挺喜欢的，也算得上是他们家的热销款之一，大小不规则的小石头串在一起，你别说还挺别致的，颜色也比较百搭，存在感很强，就随便穿个白 T 戴上去也是好看的。红色这条里面还加了一些不规则的贝壳，感觉更适合去海岛边的时候用。粉色绿色的也有，属于单戴看出效果但是叠戴非常加分的款。我觉得这些手串珠珠真的很适合夏天的时候用，一条颜色不一样的混搭戴在一起才更出来效果，这也是要上我们波波的哈，颜色真的很多，你就自己去选哦。好啦，近期我非常喜欢的这些个小众有品味的饰品都分享给你们了，还有什么想看的就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吧，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